个偏僻的山村，为什么执意要给官兵们请功？他给我们摆了好多好手，感觉上进了。选代表这个事儿啊，事先我们确实不知道。好，一段感人的生活，记录了哪些帮困扶贫的过往？等到娃娃大人都要等到水。我们今天达到万言中这种心情，鼓励村人的心愿。中国武警即将播出。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先期刚一结束，罗县的那些村民男男女女的都争着在那里闹，甚至一个88岁的一个老奶奶也出起拐棍争着要当这个代表。我们有15个候选人，但是我们只需要选出8个代表。我们用我们村最古老的方式，那么在每个候选人背后放上一个碗，然后大伙来给他投粮食，最碗里的粮食投得多，那么他就当选这个代表。因为这一次选出的这8个代表嘛，是要代表我们全村去州政府帮我们的那个当地的武警官兵请功的，所以大家都争着去。最后综合了一下嘛，有的人就是身体状况嘛不好嘛，然后有的就是不善于表达，最后才定出了这8个代表来，大伙才没意见了。这个普西村选代表这个事儿啊，事先我们确实不知道，听说还有几个没选上的，还很激动。他们还准备了大概有这么宽，有差不多1米5长嘛，这么3幅横幅，全村所有的18岁以上的人全部在上面签名，不会写字的话就盖手印，给我们的褒奖真的让我们承受不起。那么官兵到底做了什么事情，让普西村的父老乡亲如此感恩，执意要给他们请功的？因为武警部队从09年我们结成帮扶队之后呢，他们给我们做了好多好事，让我们土地村在原来的2-3千元的人均收入，到今年年底已经达到10000元，折到我们贫穷落后的帽子，你们外人是感受不到，我们今天达到万元中这种心情。普提村地处云贵高原的北部山区，是一个水缺地难、没有支柱物产的省级一类贫困村。从09年到现在嘛，这7年以来，武警支队为我们普提村干了3件大事：修建1级和2级体馆，把黄泥河水引上了山，结束了村民下山背水生活的历史。以前过得造孽得很哦，这个水是最困难了，可以会挑得苦，一晚上又累，转来自己是那个上来自己挑边挑边苦。肚子又饿，又煮不熟吃，直接要等到娃娃大人都要等到水。过去那小孩连洗尿不湿的水都不得啊，我办法。得了，我就来帮这个大河水抽上来。洗衣服用洗衣机，自来水开一开就洗，真的是一开一开弄，水就到我家锅头了。不信问你们该看，是真的。修筑通村和连组公路，让普提村有了通往山外的物流通道。那过去都是便道路，一如果兜着天气一下雨，多深的水坑坑烂的完是烂的。我们以前穿古装的话，自己滚穿了，啊，滚搓滚打，有时候挑到半路来，孩子烂了，他吃药断了。现在走一步路，也，哎呀，随便你拖起拖鞋去，拖个小楼弯一弯转来，你我这个拖鞋，我这个孩子还一样的感觉啊。让我们现在有了产品，白天。下雨天、晴天、阴天，随时可以拉出拉进，给老百姓的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。今年的投入，我们就全销到基本上全国各个省，基本上都来拿。选择精准扶贫项目，让村民的收入越来越高。原来一家人很穷，一年只扶得到几千块钱。光种一点包谷，种一点这个谷稻子。现在武警部队来帮助我们，种上辣椒，种上桃林，我一个人老太婆都收入1元钱。好几个1万，光在桃子上有几万。县城里眼望的，基本上小楼房太多，而且私家车呢总是几十辆。对我们的支持力度，包括经济上人力上，
支持力度太大了。他们的纪律很严，他们就是不吃，饭做好都不吃，都走了。你看我们城里面，走几步就有几个大牌子，到底还洗着子，就是把武警当作亲人。外面他来的他还不懂得意思，这几个字是我们发自内心的。这么大的石头，一个人搬不动，两个抬，他都动端，咬了牙把劲的搞，啊，这样的官兵不轻功，该谁轻功？这样的部队应该大量的宣传，他知道我们老百姓的苦。不给武警轻功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吃不下东西，哪怕我杀起大猪，我都吃不下东西。菩提村请功代表团满载全村人的心愿，在春节临近的喜庆当中，来到州委州政府。那天我们热热闹闹的到州政府啊，人家州领导不在。州领导下个搞调练去了。有的人说，哎，改天再来了。然后我们有的人想，那怎么行啊？我们回去怎么向我们的群众交代呀、啊？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是，深圳是，哎，那种想象，只有深圳无法想象了嘛。然后我们就电话联系了，然后说州领导到那个磨脚村去了。那么我们马不停蹄赶到了我们的磨脚村，恰恰也找到我们的州长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情况哈。哦，州长啊，2013年武警部队与我们村共建了3000亩的辣椒基地，啊，我们村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啊，哎呦，州长，他们就武警部队的帮我们圆了我们的百年梦想啊。本来我们是建了州领导是分好工的，结果呢，建了州领导呢，大家都兴奋了。你拉着手，我握着手，大家都要争着去说话。我们老年人得了武警官兵的支持。所以我们这个老年人特别高兴。好好好好，他们武警部队来嘛，然后叫我们代表，然后他们签上他们的名字啊。嗯，这州长也是部一族嘛，以前还到我们这个村里面来做过那个现场会。他从基层一步一步的上去，他最了解基层。这武警支队在你们这里抓得不错，我也清楚的。哎，周围州政府还专门多次表扬过武警部队。我一定把我们村里面我们广大老百姓对武警。支队的这种感激之情的，给他们的上级报告，都向他们学习，要真服真帮，真正的把心思用在帮扶的，真正的帮我们老百姓怎么脱贫致富上，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天的好起来。哎呀，那个水。庆功过后，菩提村依然十分热闹，全村上下都在准备迎接官兵们。进村过年，这个水大的，这个水是不是人家的？因为今年呢，是我们一个大喜年，因为我们这个卡卡地方能脱贫，能人家收入近万元，是一件大喜事，所以我们要拿出3天的时间，把我们村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把我们的武警官兵请来我们一起吃年晚饭。看我打了几天了，哎，这个环境倒是不错嘞。这个搞得不错嘞，是谁搞得那么有创意啊？但是治安就不行了，是吧？这个泡沫要把它搬走，嘎，把它提起，门要喊他们要把它搬走。我们就分成了4路，就是各条路那街道啊，然后就是每个院子。就是包括那个厨房啊，那还有卫生，我们都派出我们的那个代表嘛，去检查这个卫生。搞干净了，现在修狗的往外头，全部清干净，一点渣渣不能沾。我们如果找到天顶第一，你们要多整几个武警官兵来给我。快快。你想要那个多官兵站着嘛？给我想找个官个啊。一级铁观这个地方，在我们村民心目中是块圣地。啊，黄泥河的水抽上来，在这里净化。是2009年，我们的武警官兵给我们修建的。就在这一年，我们与武警部队结成了帮扶对子。2009年的时候，咱们贵州不是大旱嘛，这个所有的党政军嘛都出去抗旱。我们支队的话就这个送给菩提村送水。第一的话就感觉到老百姓确实真的很苦，啊，没有水的话什么都不方便啊，要去黄泥河背水。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老百姓的那种质朴的感情。你说我们就是给人家送了一点水，但是老百姓刚刚出锅的鸡蛋自己都舍不得吃，抓出来煮熟了就弄往暂时这个手里面塞呀，所以说回来以后我们自己都睡不着觉。当时呢我们就把这个情况呢向总队做了汇报，就是要把黄泥河的水通过提灌的方式引进千家万户。当时呢怕他们的提一把是走了，
啊，但是呢，第二天他们就带着有相对上有点专业的人下来看，而且就测量。其实一级提灌的它的技术含量不是很高，就是这个施工的这个条件太艰苦了，因为它毕竟是大山，没有路。你那个重型设备根本进不来，像一些什么水管啦、啊、水泥啊、砂浆啊这些东西的话，全得就靠人一点的背进去，所以说很艰苦。当时的话，全村只要是能干动活的，全都出动了。从开工到最后一百天，那么水就抽上一级提灌，就覆盖了我们3000多亩的桃田和1000多人的饮水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水一打开啊，那些老奶奶、老爷爷他们的眼泪啊，就跟着那个水一起滴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那么我们更相信我们的武警啊，说话算数。时隔3年，武警支队又到我们的守礼厅给我们协调496万资金，完成了二级提灌，能覆盖我们的2个村和1个学校5000多人的人群饮水和我们1万亩桃林的灌溉。你看这些路，大路武警部队帮我们整好了，小路也帮我们整好了。武警官兵他不仅给我们干了3件大事，他还慢慢地改变了我们的那种观念，就像那种生活卫生、环保意识，这些都是他们来到我们村以后才影响我们村的。我们村的第一党支部书记嘛，就是他们支队的那个林股长，这是州里面给任命的。我们经常会带着战士到他们村里面嘛，打扫卫生、捡垃圾，这样来了几次以后，老百姓他自己就坐不住了，并且的话，我们又专门为他们修建了这个垃圾处理站。现在的话，村民的话已经养成习惯了，自家的院儿脏了得扫一扫，不然会被别人家的笑话。所以这个村儿的话，和以前比起来，那就更文明、更美丽了。所以说，我就觉得这个扶贫的话，真的从思想上开始。早餐吃什么？科迪烤香肠，我要煎的。我要炸的，我要烤的。科迪烤香肠精选上等冷鲜肉，煎、炸、烤。怎样都好，早餐不重样，天天有能量。科迪烤香肠，全友家居将绿色产业链带到了您的身边，全新为您打造绿色的产品和生活空间。绿色全友，温馨世界。你们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真的好，你们这挂都挂了，这整个全都没卖，我这不是以前的小丑了呀。来，我把你打开了。这个卖的要不成，我的那个。你是领导，你必须要起个带头作用。田大祥今天的任务比检查卫生还要艰巨。哎，你也来打扮一下子来。你不能心情不出门，我就不能打扮了。那天的任务比较特殊，快过年了嘛，我们要到部队里面去慰问，就想给官兵们送点那个庆功酒嘛。然后我们联系到了经常帮扶我们的那个贵州村酒厂，人家不要我们的钱，所以我们去取酒的时候就肯定要带几个体面一点的、能说一点的去谢谢人家嘛。谁知道我们去到那个酒厂见到董事长的时候啊，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心里面两拉半截呀。给你们批了6箱。哎呦，谢谢。不过这个现在部队有这个禁酒令，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信息。只可惜部队不能喝酒嘛，我们又不好意思拿走。人家董事长就是说，哎，既然办公室答应你们了，酒你们可以不拿，就你们要问问官兵想买什么东西，这钱我们来出。哎呀，当时的时候我们听到这话特高兴。老百姓问问的，这支部队在我们黔西南州是家喻户晓的，他们不仅在精准扶贫方面，他们在这个社会维稳啊、促进经济建设啊、大型活动啊都做得非常优秀，说你能看出来这些老百姓脱贫致富以后，他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。因为部队有禁酒令，我们以前在酒厂联系好的酒不能用了啊。那么我们要到我们的武警官兵那里去问问，不可能空着手去。那最高年龄一个老人提出，主是代表一个吉祥物，所以呢，我们就采纳他们意见，决定送一头猪给我们的武警官兵。那头猪相当不好抓，我们挑选了7-8个人，另外还有几个去帮忙的都在那里，都抓不住他。我就看他们那几个男的在那里忙了忙外的抓不住，我就不上去给他们帮忙嘛。结果那个猪一摔就把我摔到地上。你是个笨蛋！
抓住这头猪之后，那么我们根据我们94岁的老寿星田奶奶的提议，把这头猪带上大红花绸子，然后就送到武警支队去了。啊，说的及时的接到。上头的猪确实长得像一头牛啊，如果它倔起来，有十几个人都推不动。跟着他走了。除了这个大肥猪之外呢，我们也送了一些鹿壳鸡蛋，还有这个紫山药，我们自产的，是无公害的，我们送了武警给他们吃了，放心。我们去到他们那个新棉厂啊，看到他们那个爬那个高楼啊，那5层楼啊，那刷刷刷几下子就上去了。我和我们的副主任过去得去试了几遍，确确实不如我们的武警官兵。我是从小就是争强好争强好胜的，任何东西我都是不服输的。不服输，看你刚才还有点。乡亲们到我们部队啊，非要要求我们战士去各大连。到了春节了，部队站岗执勤就会非常繁重，但是我们不去呢，老人呀、乡亲们他不走，大家安静安静，大家安静安静，你不给50，30、20个你要给啊？吃饭要的和你也要他的，要不然我们讲讲看，我们的村民不能交谈啊。实在没有办法了，最后呢，我们一般人就商量，派几个代表去，少派了不行，最后呢。派了20个人才勉强过关。你们要到春节过大年吗？耶！欢迎欢迎！我啊，这次回来有一个重要决定。我不去打工了。啊？你不去打工了？你怎么不去？奶奶别急，支书啊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啊，咱们武警支队这几年给我们找了很多好的扶贫项目啊，像那个。你在往前面点，要演好点，你他上前了，你要跟他上前了，我们要演好点，要不然到人家武警部队的眼里比我们好，我们不是丢脸啊。好，这个小品嘛，他主要讲的就是那武警部队给我们选择的那种精准扶贫项目，像种艳红桃啊、辣椒这些，让我们不用出门也能赚到钱，在家里面还能照顾老人小孩，这样的一个故事。我们的武警部队他不是随便给我们选项目，每选一个项目他们只要找专家给我们认证，比如种艳红桃，他们研究我们的土质气候是否适合，比如摘辣椒，那么他们把老干妈辣椒公司的领导请过来与我们签约，从幼苗、种苗、采摘这些环节他们都亲自帮我们干，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是不可能完成的。现在他们正在给我们研究金丝榔树这个项目，因为我们普迪村有一片金丝榔树林，里面最大的两棵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，如果这个项目能够落实下来，我们村啊不仅可以卖树苗，还可以绿化山林，最主要的是可以为我们普迪村的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财富。给吧，咱不差钱。500啊，那我也不卖。你们说500，他怎么会赚500？你数过吗？啊，你数了是500啊。村里面老百姓不是请我们去过年吗？你既然过年的话，人家有节目，当然我们也要准备一个呢。新年笑天啊，太阳那么大，你们帮奶奶数辣椒。通过演这个小品，老奶奶给我们送桃，它是反映的就是我们对老百姓真心的付出，帮他们选桃啊，帮他们建滴灌啊，种辣椒之后，哎，老百姓对我们当兵的兵娃子就产生了一种很深厚的感情。其实这个故事的确实真正的发生的，就像这个小品最后结尾的几个战士说的样，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们在帮扶普提村这个过程当中啊，我就深深地感到这个普提村的村民啊非常淳朴，特别实干，只要是我们提出来的发展思路，俯下身子埋头苦干，我想啊普提村的明天会更好，因为有这样的村民。下面代表全支队官兵过年啊，一定要你们啊，过年那会儿，我们两位主官也离不开他们的岗位，就要我带20名战士到村里面和老百姓一起过年。去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想也不能光带点乌文金，所以说我们就带几个六只这个奴比羊的种羊去给他们饲养。这些菜啊，它不是一家做的，是家家户户做了以后凑起来的，并且呢还得试做，还有人专门打分检查，就为这个事儿还有人吵起来的。花生米把它换了，炒玉米把它换成煮玉米。我们这个菜它都是什么炒玉米
哪里受伤？你们不要犯罪，不要给我催你。我犯罪。因为我们是代表村里面检查组嘛，要压到他们，然后呢，按照我们的来要求来去做。所以我们一些菜谱呢，我们要三番五次的在检查以后呢，才能做到合武警官兵的口味。大年三十那天，土堤村的父老乡亲们又无敢想的双手鞭炮，把官兵代表迎进村里。很多村民都认识我们的战士的，啊，就一个二个就这样硬拉吧。如果我们不控制这个场面，那二十个官兵还没走到我们村委会门口，肯定就被那些老百姓已经抢光了。我回头等于给高班的一站，大喇叭一喊，我要开始分人。张丽、刘姐。出生的婴儿，遥远的旅途，只为不一样的快乐和幸福。反正就是要来，要跟我在一起。远方的家，中国武警假期播出。